匡衡字志归，东海城人也，父是农夫，志衡好学，家贫，庸作以供资用，由经历过绝人。诸儒为之语曰：吾说诗，匡鼎来，匡与诗，解人疑，衡设策假科，以不应令除为太常掌故，调补平原文学，学者多上书见衡精明，当世少双，令为文学旧观经师，后进皆欲从衡平原。衡不宜在远方，是夏太子太傅萧望之、少府梁丘贺问，衡对诗诸大意，其对深美，望之奏衡经学经习，说有诗道，可观览，宣帝不慎用儒，遣衡归官，而皇太子见衡对思善之，会宣帝崩，元帝初即位，乐陵侯史高以外属为大司马车骑将军，领尚书事，前将军萧望之为父，望之名儒，有师父救恩，天子任之，多所贡献，高充位而已，与望之有隙。长安令杨兴说高曰：将军以亲戚辅政，贵重于天下无二，然众数论议令问修育不专在将军者何也？彼诚有所闻也，以将军之莫府，海内莫不昂望，而所取不过司门宾客，如母子弟，人情忽不自知，人依夫妾意，与留天下，夫富贵在身而烈士不遇，是有胡白之，求而反依之也，古人病其若此，故悲体劳心，以求贤为物，传曰：以贤难得之故因曰是不待贤，以时难得之故而曰饱不待食，或知甚者也。平原文学匡衡才智有余，经学绝伦，但以无接朝廷，故随迭在远方。将军承诏至莫府，学士悉然归人，与参事议，观其所有，共知朝廷，必为国器，以此显示众数，名流于世，高然其言，必衡为一曹使，见衡于上，上以为郎中、兼博士，己事中，事时，有日时，地震之变，上问以政治得失，衡上书曰：臣闻五帝不同理，三王各异教，民俗殊物，所欲之时异也。陛下功圣德，开太平之路，敏于利民，处法抵尽，比年大赦，使百姓得改行自新，天下幸甚。臣妾见大赦之后，奸邪不为衰止，今日大赦，明日犯法，相随入狱，此代导之未得其物也。盖保民者，臣之以得意，是之以好恶，观其失而治其疑，故动之而和，随之而安。今天下俗贪财见义，好声色，上齿迷，廉耻之节薄，淫僻之易纵，纲纪失序，疏者于内，亲戚之恩薄，婚姻之党龙，苟合侥幸，以身设立，不改其源，虽遂赦之，行犹难使错而不用也。臣愚以为一一旷然大变其俗。孔子曰：能以礼让为国乎？何有？朝廷者，天下之真干也。公卿大夫相与循礼公让，则民不争，好人乐施，则下不暴，上义高洁，则民兴行，宽柔和惠，则众相爱。四者，明王之所以不言而成化也。何者？朝有变色之言，则下有争斗之患，上有自专之事，则下有不让之人，上有克胜之左，则下有伤害之心，上有好利之臣，则下有盗窃之民，此其本也。今俗利之至，皆不本礼让，而上克暴，
或致害好县人于罪，贪财而慕事，故犯法者众，奸邪不止，虽严刑峻法，犹不为变，此非其天性，有由然也。臣妾考国风之师，周南、赵南被贤圣之化身，故笃于形而廉于色，正伯豪勇，而国人暴虎，其目贵信，而是多从死，臣夫人好污，而民淫肆，晋侯豪俭，而民畜惧，太王公人，兵国贵庶，由此观之，至天下折神所上而已。今之伪薄致害，不让己矣。臣闻教化之流，非家制而人说之也。贤者在位，能者不直，朝廷崇礼，百僚敬让，道德之行，由内及外，自尽者始，然后民之所法，千善日尽而不自知，是以百姓安，阴阳和，神灵应，而家祥健。诗曰：商议异议，四方之极，受考且宁，以保我后生此成汤所以见志志，保子孙，化异俗而怀鬼方也。今长安天子之都，倾城甚化，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，郡国来者无所法则，或见齿迷而放笑之，此教化之原本，风俗之枢机，宜先正者也。臣闻天人之际，精进有以相当，善恶有以相推，是作乎下者相动乎上，阴阳之理各应其感，阴变则静者动，阳闭则明者暗，水旱之灾随类而至。今关东连年饥馑，百姓乏困，或至相食，此皆生于富敛多，民所供者大，而利安及之不称之效也。陛下之为天界，哀悯源源，大自减损，省甘泉，建章官位，罢朱牙，演武行文，将欲渡唐，虞之隆，厥殷，周之衰也。诸见罢朱牙诏书者，莫不欣欣，人自以将见太平也。一岁减官事之度，省米粒之事，考制度，修外内，尽中正，远巧佞，放正，位尽雅，宋举义才，开直言，任温良之人，退刻薄之力，显洁白之事，招无欲之路，揽六艺之意，察上士之物，明自然之道，博和睦之化，以崇智人，匡师俗，益民事，令海内昭然贤见本朝之所贵，道德宏于京师，书问扬乎江外，然后大化可成，礼让可兴也。上说其言，千衡为光禄大夫，太子少傅，时上好如数文辞，颇改宣帝之政，言事者多进谏，人人自以为得上意。又复昭仪及子定陶王爱幸，宠于皇后、太子。衡复上书曰：臣闻治乱安危之机，在乎神所用心，待受命之王物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，祭体之君心存于成宣先王之德而包大其功。昔者成王之四位，思述文，武之道以养其心，修炼圣美皆归之二后而不敢专其名，是以上天心想，鬼神又焉。其诗曰：念我皇祖，至将停止，言成王常思祖考之业，而鬼神又助其志也。陛下圣德天父，子爱海内，然阴阳未合，奸邪未尽者，待论议者为披扬先帝之圣功，征言制度不可用也，勿变更之，所更或不可行，而复复之，是以群下更相是非，利民无所信。臣妾恨国家事乐成之业，而须为此纷纷也。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，
留神于尊至阳公，以定群下之心。大雅曰：无念而祖，欲修厥德。孔子著之孝经首章，盖至德之本也。传曰：审好恶，理情性，而王道必矣。能尽其性，然后能尽人物之性，能尽人物之性，可以赞天地之化，至性之道，必审以之所有余，而强其所不足。盖聪明疏通者介于大察，寡闻少见者介于庸鄙，勇猛刚强者介于大暴，仁爱温良者介于无断，占静安舒者介于厚实，广心好大者介于遗忘。必审己之所当戒，而其之以义，然后中和之化阴，而乔伟之徒不敢比周而忘尽，为陛下戒所以崇圣德。臣又闻是家之道修，则天下之礼德。故师使国风，礼本官，昏使乎国风，原情性而名人伦也。本乎官，昏正基照而防未然也。福之性莫不本乎世家，道之衰莫不始乎捆内。故圣王必慎非后之计，别是长之位，礼之于内也，卑不于尊，心不先固，所以统人情而礼，因气也。其尊是而卑恕也。世子观乎坐，礼之用礼，众子不得与列，所以贵正体而明贤矣也。非虚加其礼文而已，乃忠心与之殊异，故礼探其情而见之外也。圣人动静游宴，所亲物得其序，得其序，则海内自修，百姓从化。如当亲者疏，当尊者卑，则宁巧之间因时而动，以乱国家。故圣人慎防其端，尽于未然，不以私恩害公义。陛下圣德纯备，莫不修正，则天下无为而治。诗云：予以四方，克定绝家。传曰：正家而天下定矣。恒为少，复数年，数上书臣骈议，及朝廷有正义，复经以对，言多法义，上以为任公卿，由侍卫光禄勋、御史大夫。建昭三年，代韦玄成为丞相，封乐安侯，食邑600户。元帝崩，成帝即位，恒上书戒非匹，劝经学威仪之责，曰：陛下秉至考，哀伤思慕不绝于心，未有由于异色之宴，成龙于慎终追远，无穷已也。妾愿陛下虽圣性得之，犹复加圣心焉。诗云：穷穷在旧，言成王丧必思慕，意气未能平也。盖所以旧闻武之业，崇大化之本也。臣又闻之诗曰：非匹之计，生民之始，万福之源，婚姻之理正，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。孔子论师以官虽为始，言太上者民之父母，后夫人之行不谋乎天地，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。故诗曰：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言能治其真淑，不贰其操，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，厌思之意不行乎动静。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，此纲纪之首，王教之端也。自上世以来，三代兴废，未有不由此者也。愿陛下想览得失盛衰之效，以定大基，才有德，戒声色，近言静，远技能，切见圣德纯貌，专精诗书，好乐无厌。臣恒才奴，无以辅相善意，宣扬德音。臣闻六经者，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，著善恶之规，明吉凶之分，通人道之正，
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。故审六艺之旨，则天人之理可得而合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，此永永不易之道也。即论语、孝经、圣人言行之要，宜究其义。臣又闻圣王之字为动静周旋，奉天承亲，临朝享臣，物有节文，以彰人伦，盖亲义之利，是天之荣也。温恭敬训，承亲之礼也；正恭严客，临众之仪也；嘉惠和说，享下之言也。举措动作，勿遵其仪，故行为仁义，动为法则。孔子曰：德义可尊，容止可观，进退可度，以临其民。是以其民畏而爱之，则而向之。大雅云：敬慎微仪，为民之责。诸侯正月朝觐天子，天子为道德，朝暮暮以示之。又观以礼乐，享礼乃归，故万国莫不获赐止服，蒙化而成俗。今正月出幸禄寝，临朝贺，置酒以享万方，传曰：君子慎始。愿陛下留神动静之节，使群下得望圣德修光，以利积真，天下幸甚。上敬纳其言，请之。恒复奏正南北郊，罢诸淫肆，与在郊祀至初。元帝时，中书令石显用事，自前乡为玄城及横街未显，不敢失其意。至成帝初即位，恒乃与御史大夫真谈共奏显，追条其旧恶，并及党羽。于是私立校尉王尊合奏，恒谭居大臣位，知贤等专权事，作威服，为海内患害，不以实白奏刑罚，而阿谀屈从，复下往上，无大臣辅政之意。既奏贤等不自臣不忠之罪，而反扬助先帝任用倾覆之徒，罪至不道，有诏勿和。恒惭惧，上书谢罪，因称病起骸骨，上丞相乐安侯印绶，上报曰：君以道德修明，位在三公，先帝伪政，遂及朕功。君遵修法度，勤劳公家，朕家与君同心合意，庶几有成。今私立校尉尊望底期，家非于君，朕甚敏焉。方下有私问状，君何疑而上书归侯起骸骨，是张朕之未主也？传不云乎？礼义不迁，何恤人之言？君其察焉，专精神，尽医药，强食自爱，因自上尊酒，养牛，恒起事。是上以心即位，包忧大臣，然群下多是王尊者，恒嘿嘿不自安。没有水旱，风雨不时，连起骸骨让位，上者以诏书慰抚，不许。久之，恒子昌为越骑校尉，罪杀人，系诏狱。越骑官属与昌帝且谋篡昌，事发觉，恒免官图显代罪。天子使业者召恒官旅，而有司奏恒专地盗土，恒敬作免。初，恒封同知乐安乡，乡本田低封3100顷，南以民百为界。初元元年，郡徒务以民百为平陵百，积十余岁，恒封临淮郡，遂封真平陵百以为界，多400顷。至建始元年，郡乃定国界，上计部，更定图，言丞相府。恒为所亲立诏音曰：主部禄自故居奏曹，习事小之国界，属及曹愿。明年至祭时，恒问因国界事，曹欲奈何？音曰：自以为举祭，令郡食之，恐郡不肯从食，可令加成上书。恒曰：故当得不耳，何至上书？
亦不告曹时举也。听曹为之，后赐于署名举记曰：按故图，乐安乡乃以平陵百为界，不从故而以民百为界。解和郡吉父以400顷赴乐安国，恒遣从使之同，收取所还田，租谷千余石入恒家。私立校尉郡少府中行廷尉是合奏恒兼林道所主守职十斤以上。春秋之意，诸侯不得专地，所以一统尊法制也。恒为三公，辅国政，领祭部，知郡时，正国界，祭部已定而备法制。专地道徒以自义，即次，明阿成恒义，为举郡祭，乱减县界，复下往上，善以地复议大臣，皆不道，于世上可齐奏，物质。丞相勉为庶人，忠于家，子贤亦明经，立位九卿，家世多为博士者。张宇字子文，河内指人也，至与父喜家连韶，与卫儿，数随家治事，喜官于卜相者前，久之，颇晓其别师不挂意，时从旁言，卜者爱之，又其其面貌，未与父视而多之，可令学经，及与状，至长安学，从沛郡师筹受益。琅邪王阳，教东庸生问论语，既皆明习，有徒众，举为郡文学。甘露中，诸如见语，有赵太子太傅萧望之问，与对弈及论语大义，望之善焉，奏与经学经习，有诗法。可试试，奏请罢归故宫，久之，是为博士。出元中，立皇太子，而博士郑宽中以尚书，授太子，谏言与善说论语，诏令与授太子论语，由是迁光禄大夫。数岁，初为东平内史，元帝崩，成帝即位，征宇、宽中皆以师赐爵关内侯，宽中食邑800户，与600户，拜为朱吏光禄大夫。秋中二千石，己巳中，领尚书事。是时，帝就阳平侯王凤为大将军，辅政专权，而上父于春秋，谦让，方乡经学，敬重师父，而与与凤并领尚书。内部相安，数病，尚书起骸骨，欲退避奉，上报曰：朕以幼年执政，万机俱失其中，君以道德为师，故伪国政，君何疑而数起骸骨？忽望雅素，欲必流言，朕无闻焉，君其故心至思，总秉诸事，推以孜孜，无为朕意，加赐黄金百斤，养牛，上尊酒，太官置餐，侍衣侍疾，使者临问，与惶恐。复起世事，和平四年代王商为丞相，封安昌侯。魏襄六岁，洪嘉元年已老，病起骸骨，上家忧再三，乃听许，赐安车四马，黄金百斤，罢就地，以列侯朝朔望。魏特进，见李儒丞相，至从事15人，一封400户，天子数加赏赐，前后数千万，与为人谨厚，内职获财，加以田为业，及富贵，多买田至400顷，皆经魏盖冠，及高于上甲，他财物称是，与姓席之音声，内奢淫，身居大地。后唐李斯主管弦，与成就弟子游著者，淮阳彭轩至大司空，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。轩为人恭俭有法度，而崇楷弟多智，二人一行，与心亲爱崇，敬轩而疏之。崇美后语，常则师夷至酒设月与弟子相娱，
与将重入后堂饮食。妇女相对，幽人管弦铿锵极乐，昏夜乃罢，而宣之来也，与见之于便坐，讲论经义，日宴次时，不过一肉之酒相对。宣未尝得至后堂，即两人皆闻之，各自的也，与年老，自至冢营，起辞事，好平陵肥牛停不处地，又进延陵，奏请求之，上以赐予，诏令平陵喜停他所，取阳侯根闻而争之，此地当平陵寝庙衣冠所出游道，与为师父，不尊谦让，至求衣冠所游之道，又喜坏旧亭，众非所宜。孔子称赐爱其阳，我爱其礼，宜更赐予他地。根虽为旧，尚敬重之不如与。根言虽切，犹不见从，足以肥牛亭地赐予。根犹是害于宠，庶悔恶之。天子欲意敬后与，与美病，辄以起居闻。车驾自临问之，上亲拜于床下，与顿首谢恩，因归程，言老臣有四男一女，爱女其余男，远嫁为张掖太守萧贤妻，不胜父子私情，私语相近，上即使喜贤为弘农太守，又与小子未有功，上临后语，语数是其小子，上即与床下拜为黄门郎。几世中，与虽家居，以特进为天子师。国家没有大政，必与定义、永始、元言之间，日食，地震游数，利民多上书言灾异之因。姬切王是专政所致，上具变异数见，亦颇然知，而未有以明见。乃车驾至与地，辟左右，亲问于以天变，因用利民所言王室是事与。与自见年老，子孙弱，又与取阳侯不平，恐为所愿。与则谓上曰：春秋242年间，日食30余，地震5，或为诸侯自杀，或夷狄侵中国，灾变之意深远难见。故圣人罕言命，不与怪神，信与天道，自子干之属不得闻，何况浅见比如之所言。陛下宜修正事以善应之，与下同其福喜，此经义义也。心学小生，乱道误人，宜无信用，以经术断之，上雅信爱语，屈此不宜王室。后取阳侯根及诸王子弟闻之语言，皆喜说，遂亲就语，语见时有变异，若上体不安，常则日节斋露湿，正衣冠立事，得吉卦则现其战，如有不及，语为感动有忧色，成帝崩，语即是哀帝，建平二年薨，是曰节侯，语四子。长子弘嗣侯，官至太常，列于九卿，三弟皆为校尉、散骑、诸曹，初，与为师。以上南蜀对己问经，为论语章句献之。使鲁福清及夏侯胜、王阳、萧望之、韦玄成皆说论语，天地获益，与先是王阳，后从雍生。采获所安，最后出而尊贵。诸儒为之语曰：欲为论，念章文。由是学者多从章氏。余家寝微，孔光字子夏，孔子十四世之孙也。孔子生伯于礼，礼生子思及，及生子上伯，伯生子家求，求生子真姬，姬生子高川，川生舜。舜为魏相，舜生父，父为陈涉博士，死陈夏，父弟子相为孝惠博士，长沙泰伯，相生中，中生武吉安国，武生延年，延年生霸，
自赐如霸生光焉。安国延年皆以至尚书为武帝博士。安国至临淮太守，霸亦至尚书，是太傅夏侯胜。昭帝末年为博士，宣帝时为太中大夫，以选授皇太子京。迁瞻侍、高密相。是时诸侯王相在郡守上，元帝即位，争霸，以师赐爵关内侯，食邑八百户，号包成君。己世中，加赐黄金200斤。第一区，徙名戍于长安。霸为人谦退，不好权势，常称爵位太过，何得以堪之？上欲置霸相位，自御史大夫贡与卒，及薛广得免，辄欲拜霸，霸让位，自陈至三。上深知其至诚，乃服用，以示敬之，赏赐甚厚。及霸薨，上宿涪陵，吊者在。至此东园密契，前伯册赠以列侯礼，是曰列君。霸四子，长子服祀关内侯，四子杰，杰弟喜皆列校尉。朱曹光最少子也，经学游名，年未20，举为议郎。光禄勋匡衡举光方正，未见大夫，作义有不合，左迁弘长，自免归教授。成帝初即位，举为博士，数史录渊狱，行风俗，镇善流民，奉使称旨，由是之名。是时博士选三科，高为尚书，四为刺史，其不通政事，以九次补诸侯太傅。光以高帝为尚书，官故事品事，数岁明习汉制及法令，上甚信任之，转为仆射尚书令，有赵光周密谨慎，未尝有过，加朱吏官，以子南放为侍郎。己是黄门，数年迁朱吏光禄大夫，至中二千石。己世中，赐黄金100斤，领尚书事，后为光禄勋，复领尚书。朱吏给世中如故，凡典书籍10余年，守法度，修故事，上有所问，据经法以心所安而对，不惜指苟合，如或不从，不敢强谏争，以示久而安，时有所言，折销草稿，以为章主之过，以兼忠直，人臣大罪也。有所见举，唯恐其人之闻之。暮日归休，兄弟妻子宴语，终不及朝省政事，或问光，温氏省中数皆和睦也。光黑不应，更答以他语，其不屑如是。光弟师父子，少以经行自助，进官早成，不结党友，养游说，有求于人，即性自守，亦其释然也。喜光禄勋为御史大夫。随和中，上即位25年，无祭祀，至亲友同产帝中山孝王及同产弟子定陶王在。定陶王好学多才，子弟子行，而王祖母父太后因为王求汉嗣，私事赵皇后，昭仪及弟舅大司马彪及将军王根，故皆劝上。上于是赵丞相翟方进、御史大夫光、右将军连褒、后将军朱伯，皆引入晋中，议中山、定陶王谁宜为嗣者。方进、根以为定陶王弟弟之子，礼曰：“昆弟之子有子也，谓其后者为之子也。”定陶王宜为嗣。褒、复皆如方进、根议。光独以为李立嗣以亲，中山王先帝之子，弟亲弟也，以尚书盘庚因之即王为比。中山王宜为嗣，上以李兄弟不相入庙。右皇后昭仪欲立定陶王，故遂立为太子。
光以义不忠义。左迁廷尉，光九典尚书，练法令，号称祥平。时定陵侯淳于常作大逆诛，常小妻司石等六人皆以常侍卫发掘石器去，或更嫁用常侍发。丞相方进、大司空武义以为令，犯法者各以法实律令论之，民有所弃也。常犯大逆时，司石等见为长妻，已有当作之罪，与身犯法无异，后乃弃去，与法无以解。请论，光义以为大逆无道，父母妻子同产无少，常皆弃世，欲成后犯法者也。夫妇之道，有义则和，无义则离，常为自知当作大逆之法，而弃去司石等，或更嫁义已决，而欲以为长妻论杀之，名不正，不当作。有赵光义事，是岁又将军褒，后将军伯作定陵洪阳侯，皆免为庶人，以光为左将军，居右将军官职，执金吾王贤为右将军，居后将军官职，罢后将军官。数月，丞相方进薨，赵左将军光当拜，以客侯印书赞，上报崩，及其业于大行前拜受丞相。博山侯印寿哀帝初即位，公行简约，省俭诸用，正是有己出，朝廷熙然，望至至焉，褒赏大臣，一封光千户。时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长乐宫，而帝祖母定陶父太后在国邸。有诏问丞相、大司空，定陶共王太后宜当何居？光素闻父太后为人刚暴，常于权谋，自帝在襁褓而养常教道至于成人，帝之力又有力，光心恐父太后与政事不欲令与帝旦夕相近，即亦以为定陶太后已改助攻。大司空何武曰：“可居北宫，上从武言。北宫有子房复道通未央宫，傅太后果从复道朝夕至帝所，求欲称尊号，贵宠其亲属，史上不得直道行。请知太后从弟子傅谦在左右游倾斜，上免官遣归故郡。”傅太后怒，上不得，以复留谦。光与大司空师单奏言，诏书事中，驸马都尉谦巧佞无义，漏泄不忠，国之贼也，免归故郡。复有诏旨，天下疑惑，无所取信，亏损圣德，诚不小谦。陛下以便义廉见，必正殿见群臣，思求其故，至今未有所改，臣请归迁故郡，以削奸党，应天界，足不得遣。复为侍中，协于傅太后，皆此类也。又傅太后欲与成帝母俱称尊号，群下多顺意，严母以子贵，一立尊号以后孝道，为师丹与光持不可。上重为大臣正义，又内迫傅太后，依为者连岁，丹以罪免，而朱伯代为大司空。光自先帝十亿祭祀有迟疑之系矣。又重武傅太后旨，由是傅氏在位者与朱伯为表里，共悔赠光。后数月遂策免光曰：“丞相者，朕之古公，所与共成宗庙，同理海内。辅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，朕既不明，灾异众仍，日月无光，山崩河绝，五星失行，是张朕之不得而古公之不良也。君前为御史大夫，辅翼先帝，出入八年，卒无忠言加谋。今向朕出入三年，忧国之风复无闻焉，阴阳错谬，
岁比不登，天下空虚，百姓饥馑，父子分散，流离道路，以十万数，而百官群职旷废，奸鬼放纵，盗贼并起，或公关寺，杀长吏，数以问君，君无处替忧惧之意，对无能为，是以群卿大夫闲惰灾莫以为意，就由君焉，君秉社稷之重，总百僚之任，上无以匡振之阙，下不能随安百姓，殊不云乎？吾况庶官，天公人其待之，于乎？君其上丞相，博山侯印绶，罢归，光退闾里，杜门自守，而朱伯代为丞相。数月，做成父太后指望奏事自杀，平当代为丞相。数月薨，王家父为丞相，数见征无止，寻遂监阅三相，一者皆以为不及光，上由是思之。会元寿元年正月朔日有食之，后十余日父太后崩。是月，征光义公车，问日食事，光对曰：“臣闻日者，仲阳之宗，人君之表，至尊之相，君德衰微，阴道盛强，亲必扬名，则日食应之。”书曰：“修用武士，见用黄籍，儒貌言事听思诗，大中之道不利，则就征见真。六级屡将，黄之不及，是谓大中不利。”其传曰：“实则有日月乱行，未挑侧逆甚，则薄时是也。”又曰：“六立之作，遂之朝曰三朝，其应至重，乃正月辛丑朔日有时之，便见三朝之会，上天聪明，苟无其事，便不虚生。”书曰：“为先假王正绝世，言易变之来，岂是有不正也？”臣闻诗曰：“天佐与王者，故灾异数见，以浅告之，欲其改更，若不畏惧，有以塞除，而轻乎简污，则凶伐加焉，其志可避。”诗曰：“敬之敬之，天为险思，命不易哉。”又曰：“畏天之威，于时保之，皆为不惧者凶，惧之则吉也。陛下圣德聪明，兢兢业业，承顺天界，敬畏变异，勤心虚己，言见群臣，思求其故。”然后赤公自曰：“总正万事，放远禅说之党，圆纳断断之戒，退去贪残之徒，尽用贤良之力，平刑罚，薄赋敛，恩泽加于百姓，成为政之大本，应变之至物也。天下幸甚。”书曰：“天既复命正觉德，言正德以顺天也。”又曰：“天匪臣辞，言有成道，天辅之也。名成顺天道，在于崇德博施，加精至诚，孜孜而已。俗知其攘小数，终无异于应天灾异，消祸兴福，教人甚明，无可疑惑。”书奏上说：“自光庶伯拜为光禄大夫，至中二千石，几世中未赐丞相。赵光举可尚书令者封上。”光谢曰：“臣以朽才，前比立位点天职，足无尺寸之效，幸免罪诛。全保首领，今复拔擢，备内朝臣，欲闻政事。臣光智谋浅短，犬马齿，诚恐一旦颠扑，无以报称。窃见国家故事，尚书已九次转迁，非有戳决之能，不相逾越。尚书仆射场，公正勤职，通敏于事，可尚书令，仅封上，常以举故，为东平太守，场幸成功，东海人也。光为大夫越余，丞相嘉夏欲死，御史大夫贾延免，光复为御史大夫，二月为丞相，
复古国博山侯，上乃之光前免非其罪，已过近臣回短光者，复免复加。曰：前为侍中，毁赠人贤，诬诉大臣，令俊爱者久失其位，加倾覆乔伟，邪奸以往上，重党以避朝，商善以肆意，师不云乎？谗人往及，交乱四国，其免家为庶人，归故郡。明年，定三公官，光更为大司徒，惠哀帝崩，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为大司马，征立中山王，是为平帝。帝年幼，太后称制为正于莽。初，哀帝罢黜王室，故太后与莽怨丁，父董贤之党，莽以光为旧乡名儒，天下所信，太后敬之，被李世光所欲薄击，折为草，以太后指封光令上之，睚眦莫不诛伤。莽权日盛，光忧惧不知所出，上书起骸骨，莽白太后，帝幼少，一致师父，喜光为帝太傅，为四府，己侍中，领宿卫供养，行内属门户，省服御食物。明年，喜为太师，而莽为太傅，光常称疾，不敢与莽并，有赵朝朔望，领城门兵。莽又封群臣奏莽功德，称载衡，位在诸侯。王上，百官统焉，光欲恐，故称及辞位。太后诏曰：太师光，圣人之后，先师之子，德行纯殊，道不通明，居四府职，辅道于地。今年其有疾，俊爱大臣，为国之重，其犹不可以缺焉。书曰：吾以苟老，国之将兴，尊师而重父，其令太师无朝，十日一次餐，赐太师灵寿帐。黄门令为太师省中作制己，太师入省中用帐，赐餐十七物，然后归老于地，官署按职如故。光凡为御史大夫，丞相各在，亦为大司徒、太傅、太师，立三世，居功府位。前后十七年，自为尚书，止不教授，后为卿，时会门下大生讲问疑难，举大义云：其弟子多成就为博士、大夫者，见师居大位，积得其助力，光中无所见举，至或怨之，其功如此。光年七十，元十五年薨。莽白太后，十九卿册赠以太师。博山侯印绶，赐成鱼、密契、金钱、杂帛、少府公章。见大夫持节与业者二人使护丧事，博士护行礼。太后既遣中业者持节侍丧，公卿百官会调送葬，再以成鱼温良及父各一成，与林孤儿朱生和四百人晚送，车万余辆，道路皆举阴以过丧。将作川覆土，可甲卒五百人，起坟如大将军王凤制度，是曰简烈侯。初，光以丞相封，后一封，凡十亿万一千户，极甚。尚书让还七千户，及还所赐一地。子放肆，莽篡位后，以光兄子勇为大司马，封侯。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人，使光复霸以初元元年为关内侯十亿。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，元帝下诏曰：其令师包成军关内侯霸以所十亿八百户祀孔子焉。故霸还长子伏明庶于鲁，奉夫子嗣，霸薨，子伏嗣，伏薨，子房嗣，房薨，子莽嗣。元始元年，封周公，孔子后为列侯，十亿各二千户，莽更封为包成侯。后必王莽，
更名君，马公子由卿，东海七人也。至春秋言事，以射策甲科为郎，迁楚长史，免官，后为丞相史司职，师丹见公行能高洁，迁廷尉平，青州刺史，汝南、九江太守，所在建称，征为詹事，光禄勋，右将军，代孔光为大司徒，封福德侯，光为太师薨，公复代光为太师，兼司徒官。初，公哀帝时与丞相、御史杂役帝祖母赴太后室，及元始中，王莽发赴太后陵玺归定陶，以民葬之。追诸前义者，公为莽所后，独不及，内惭惧。尚书谢罪起骸骨，莽以太皇太后诏赐公策曰：“太师、大师徒、福德侯尚书言，前以光禄勋义故定陶共王母氏，曰妇人以夫爵尊为号，是宜曰孝元父皇后，称谓灵东元。臣之妾不得体君，卑不得嫡尊，而昔指雷同，鬼精辟说，以惑误上，为臣不忠，当服府月之诛。幸蒙洒心自心，又令的保首领，福自为念，入称四府，出备三公，爵为列侯，成无言复望缺庭，无心复居官府，无疑复食国邑。愿上太师、大司徒、福德侯印绶，避贤者禄，下君章有司，皆以为四府之职为国为纲。三公之任鼎足成君，不有先民固守，无以居位，如君言至诚可听，为君之恶在洒心前，不敢闻过，朕甚多之，不夺君之决意，以助自古皆有死之意。其上太师、大司徒印绶使者，以侯就弟，王莽篡位，以公为太子师、卒官。本姓马史，公是学，称马士云，赞曰：“自孝武兴学，公孙弘以儒相，其后蔡邑、韦贤、玄成、匡衡、张宇、翟方进、孔光、平当、马公及当子晏贤以儒宗居宰相位，服如衣冠，传先王宇，其运极可也。然皆持禄保卫，被阿谀之机，彼以古人之计见绳，乌能胜其任乎？”